挺厉害的，厉。哎，你好啊！你好啊！哎，姨夫，看着我怎么回事啊？看着我怎么有点惊讶，是怎么回事啊？当然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带了特效啊。我带特效怎么了呢？带特效有这么可怕吗？我也没有觉得可怕，就是啊，就是惊讶了一下，是吧？你放心，我不传给你。传不了给我呀。啊，什么意思啊？你输不了呗，那意思就是啥啊？什么意思？不是小姐，你是听不懂我说话吗？有点啊。为啥呀？没有啊，能听懂啊。我感觉咱俩好像交流不在一个水平线上的感觉，感觉咱俩好像交流有点费劲。哦，不会，我是才艺主播，你呢？我也才艺主播，巧了吗？这不是我唱歌主播，我是，我也是唱歌主播。行，我是那种就是不会唱，然后就是，但是我必须得给自己一个定位，我只能给自己定位成唱歌主播了，是这样子啊。哦，好啊，那什么，你先玩着，我溜溜的去啊。妈他是啥呀？什么意思？能来个正经主播吗？那你真是奶，我先走了，奶呀，我奶反应都比你快。哎，你好啊，小兔啊，你不认识我了？哎呦，你不认识我了？你昨天挂了我两次，你跟红城？啊，你刚才为啥挂我呀？我没挂你呀，刚才我怎么没了？我怎么掉了呢？我不知道，我以为是你挂的我。我没挂，我这边突然一下子你就没了。是吗？啊，那什么，你哪位啊？太有缘了，我们已经第四次连上了。不，我第四次连上了，一把没打过呀，咱俩呀。对，是的。为什么呢？昨天你说你奶反应都比我快。哦，昨天那是你呀。哎，那你不一样了，你今儿比你奶，不是你今儿比我奶反应可快多了，啊，是他呀，我想起来了，那你今天哇，你脱胎换骨了，姐妹儿，你跟昨天不一样，你昨天没睡醒直播的，昨天跟今天一样啊，你放屁，你昨天跟吃迷魂药了似的，跟你说一句话，跟你说三句话，你才换。我不放屁，我从来没有放过屁，我这辈子没放过屁。你看说他妈今天多生动啊，今天反应多快呀、啊。他昨天个迷迷瞪瞪的搁那儿，那你我跟你讲，姐妹、哎、来你听我说啊，你这事儿你真不能怪我、你知道你昨天什么状态吗？我给你学一下子，来，你跟我说话、你跟我对话，我给你学一下你昨天什么状态啊。嗯，你好。你好。真的假的？有这样吗？嗯，是，就行，那我们来一把吧。打什么？就这么打。一人一个小心心，家人们，凑人数啦，凑个人头。快，凑个人头。行。打什么吗？学的真像我是这样的吗？我打 PK 吗？ 我是这样的吗？对面小姐姐打 PK 吗？我不说这句话。什么类型主播啊？对，我一般会问这个。很像啊，爱情主播。你真的，你昨天就这状态，你不赖我挂你知道吗？哎呦我天，跟昨天跟你说话老费劲了，跟我太奶说话似的，兄弟们，太吓人了，不知道以为我太奶复活了，兄弟们，真行，还差十三个人，快差什么十三个人呐？打 PK 呢，快点，快给我来呀，兄弟们，打 PK 吧，谢谢大家。那我就先等会儿我太奶、兄弟们，我太奶这方面慢一点，蟹宝比正常人也稍微慢一点。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。谢别喊太奶了。
哎呀，奶奶也，哎，咱平常这是平常都干点啥呀？我奶呀，我你瞅给我奶美的。我看着我开心了 是吧？你放心吧，逢年过节我都来看你。我是才艺主播，我唱歌的。行，那你来吧，你唱吧。那你有什么想听的歌吗？我都行，这玩意儿就哄你开心就好。奶呀，行，好嘞。哎，你唱的开心就好了，我这边给你拍瓜啊。你来吧，你唱吧，我这边。哎呀，好的。哎呀，唱真好啊，我大宝贝儿，我这老 baby。好嘞，你唱吧。嗯呐，行。嗯，来了啊。哎，我唱这个。哎呀，你是我奶的潮流，我的妈，饿狼传说。特色调晚灯悠悠艳亮洁，交色了仿花拘禁在沉淀，心肝被割损经不起变迁，他偏倚指尖牵引着自恋，汹涌的爱破着我全力乱不离前，偏偏知道爱令我吗像浓肌肤吸引而变，高温而产生色散令人乱，君子在北方吹不走暖烟，他加上嘴巴给我做磨练，汹涌的爱破着我全力泪不离前，偏偏知道爱令我吗激情呢？哎呀，我天哪！怎么让你看到？让你看到你太奶有激情的一面，不是那种傻乎乎的那种。是太奶，你今天有点回光返照那意思了。你昨天完全不是今天的状态。你昨天真太吓人了。你昨天你魂儿都没了，你今天魂儿回来，这属于回魂了，这属于是啊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，真是！好嘞，来，那点个关注吧。你今天这状态，我非常满意。我的妈，这太好了。太好了，兄弟们，那太好了。那行，那咱俩下回玩啊，奶呀。行，好嘞，好嘞。行，那我先走了。哎，好，拜拜。奶，走了，奶。哎，奶，今天过生日是不是？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奶，你这样式的，明年你过生日的时候我还来啊，我下回我给你订一个双层的蛋糕，今年咱就先凑凑啊，明年见，奶。